Gotta ge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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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p. Boom, boom, boom. Gotta ge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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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boom, boom. That boom, boom, boom. That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o, I got that hit to beat the block. You can get that bass on below. I got that rock and roll. That future flow. That digital spit. Next level visual. I got that boom, boom, boom. How to beat bang. Boom, boom, boom. Chickens jogging my style. They try to copy my swagger. I'm on that niche now. I'm sold 3008. You sold 2000 and late. I got that boom, boom, boom. That future boom, boom, boom. Let me get it now. Boom, boom, boom. Gotta ge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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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boom, boom. That boom, boom, boom. That boom, boom, boom. That supersonic boom, y'all hear that spaceship zoom. When I step inside the room, them girls go ape. Y'all stuck on super ape, that lo-fi stupid ape bit. I'm on that HD flat, this beat go boom, boom, bap. I'm a beast when you turn me on. Into the future, Cybertron. Harder, faster, better, stronger. Sexy ladies, extra longer. Cause we gotta beat that bounce. We gotta beat that pound. We gotta beat that 808. That boom boom in your town. People in the place, if you wanna get down, put your11:11，你醒过来了没呀？欢迎你加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哎，我是欧马克。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当然，在第一个段落，你有什么想生活灭火的，也是可以紧急赶快跟我们分享。不管在全组是打电话，待会下个段落就要在 YouTube 直播咯，在飞碟联盟的 YT 频道。突然变立体，飞了进去，穿越过时空满街人群，戴上了耳机，听到的声音震撼了我，这就是海的四季交响曲，古老的奏鸣。又有个人头发卷又长，他是牛顿，苹果落地是地球吸引，前面的定律他要去挑衅，不断证明颠覆后成了地球的引力，千万分几率
起经营，海角锁了不及，瞬间飞起我的心，随海的牛顿迟钝的自己、哦、海顿的旋律，牛顿的引力，地心的重力无法去抗拒，跳回出发地，书本在手里，兴奋和莫名，无言的动力，海顿的透明，牛顿的发明，迟钝的自己，还有股憧憬，海顿的旋律，牛顿的引力，迟钝的自己，穿越了孤寂，我在天上飞。海顿音乐太着迷，他点了头，却偏要牛顿回答奥秘。我站起身来，再穿墙过壁，凭着念力，去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只要你愿意，哦、爱有穿透力，不尽人交集。旋律，海顿的旋律，牛顿的引力，地心的重力无法去抗拒，跳回出发地，书本在手里，兴奋和莫名，无言的动力，海顿的聪明，牛顿的发明，迟钝的自己，还有不憧憬，海顿的旋律，牛顿的引力，迟钝。穿越了孤寂，我在天上飞。天上飞，怎么可能？Party. Do you wanna party?
的脉搏，你全开 ，Now it's time yo party people， 跟着节奏 ，Funky flow，All day all night，Here we go， 快乐方程式盘旋在脑中，即将启动，空气准备发动 ，Go go go， 武器就是尽情吹起舞动，发疯的节奏 ，Feel the flow， 随着节奏，低着脚步走，我们的音乐从四面八方的串入你的心中，搞不懂流星里怎么会有那么深的洞，把所有如意不如意都放到心底，是否突然感到轻松无比一定？因为我们站在这里倾听我们最真实的声音，那所有如意不如意都消失在你心里。 It's a party, are you ready? Of course, 我的麦克风随时待命。 That's ready, 发动攻击 Bam, 每一发都震着快乐的红心。 It's a party, are you ready? Hey, 你不要怀疑，把双手举起。 That's ready, 发动攻击。 We are representing the place to be。就说你爱他。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亿万富翁在旅途中教会我的事，他们呢，从罗马开往威尼斯的火车上，富翁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富翁呢，口中就发出了低沉的声音：“啊，真好，我们真是挑对了季节。我还有什么时候能像现在这样出来旅行呢？”我就想起啊，昨天跟富翁聊到的内容。富翁昨天有点忧郁啊，用不同以往有气无力的声音向我说：“人都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夫妻说要努力生活。”每天一大早来，勤劳工作，怀抱对未来的梦想。上了年纪以后才发现，当时反而才是最有趣的。虽然赚大钱之后会出于补偿心理而住在昂贵的饭店里，但我真正占用的空间顶多也就是床的一角。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我已经60岁了。最近我常常在想，每个人到头来还是一个人。我做生意的时候是一个人，投资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虽然有家人，但在我极度烦恼的时候，无法跟他们说。等到我现在有一番成就以后，又要一个人走，我觉得很茫然。我也同意啊，也许人生呢，就是四处徘徊，不断寻找名为幸福的青鸟。不过，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富翁的脸上浮出了一个那个释迦牟尼还没有觉悟之前的那种表情啊，没有办法摆脱人生苦难而烦恼的那种表情啊。在罗马的第二天呢，我们吃完了晚餐，决定要步行到特米尼车站，这是欧洲最大的车站。在路上呢，我们看到一位高挑的东方女性拖着沉重的行李东张西望。也许呢，是我们已经在欧洲待过15天了，所以一眼就能看出那是韩国人。富翁就赞叹道说：“哇，现在的年轻女生真的很勇敢。”我们在犹豫着要不要帮忙，但是因为呢身处在罗马阴暗的街道上，所以就错过了。特米尼车站呢熙熙攘攘，光是夹杂在人群里面呢就让我非常兴奋，这是身处在陌生环境中产生的悸动。一边呢，我们走回饭店的时候，就看到刚刚那位年轻的女生在找饭店的电梯。我们住的圣马可饭店的电梯啊，是非常特别的，就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的电梯。要打开房门般的小铁门，才会看到里面有一部像玩具一样的电梯。好了，我们就跟这个女生搭讪了，就告诉她电梯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还问说：“你是韩国人吗？一个人旅行吗？”他说他自己请一个礼拜的假来意大利旅游，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了。富翁就说啊，年轻人真的很厉害。隔天啊，我们在饭店吃早餐自助餐啊，那个女生呢也自己来吃饭了。老师呢就说，我想招待她喝一杯咖啡。有句话说啊，就算是擦肩而过，也是千万年修来的缘分，所以应该好好珍惜。之后呢，我们在饭店附近的咖啡厅一起喝咖啡。那个女生啊说她是服装设计师，有朋友住在罗马，那朋友是上班族，所以她白天就一个人观光，晚上呢再跟朋友见面。她的名字叫做世恩，有非常灿烂的笑容。老师在旅行的时候啊，常常思考年轻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她一听到她是设计师之后，就建议说：“哎，你要不要在罗马做类似的工作学习看看？”老师呢是想要投资勇敢又上进的人。他在旅行时就常跟我说，想要给年轻人的不是钱，而是机会。世恩呢则开玩笑说：“
哦，你们两个应该都是有钱人吧，富豪吧。他的笑容呢，稍微缓解了我们一路上累积的疲劳。在我们前往威尼斯之前，都有诗恩亲切地陪我们聊天。后来我们被长期在特米尼车站徘徊的骗子骗走了买火车票的手续费，还好有他在，才能让我在气到发红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富翁呢，在前往威尼斯的火车上跟我说，他的教养真的很好，善解人意又很有礼貌。不知道在他大放异彩的这段过程中，有没有缘分再遇到他，请江局长多多帮忙。听到这句话，我心想，现在我能帮他什么忙啊？不过如果有一天我的情况跟地位允许我帮助他人的话，而且在那之前缘分都没有中断的话，那么那一点缘分也许就能成就些什么吧。尽管是在街道上缔结的缘分，也希望能缔造出惊人的成绩。接下来呢，他们就从石都来到了水都啦，从罗马到了威尼斯的圣路西亚站啊。这个圣路西亚站呢，也是威尼斯本岛唯一一座铁路车站啊。在讲这个圣路西亚的时候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海贼王呢？好，接着下来呢，他们就一路要往下走，走到站前广场啦。老师又说了什么？富翁又说了什么呢？富翁啊，他每踏出一步，这边都惊呼连连。他看威尼斯的风景好一阵子以后，就问我说，这个都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感觉是很艰辛的过程啊，又不是建好以后再把海水倒下去。哎，他们是完全浮在水上的都市，太惊人了。没错，水上都市威尼斯，因为独特、神秘又美丽的都市风景，每年呢超过了1200万名观光客啊。虽然现在很繁华，但是也有一段辛苦又贫瘠的过去。西元五世纪的时候，匈奴人为了将版图扩张到意大利半岛而南下，人民为了躲避残暴的匈奴人，就在海面上定木桩，在那边建设都市。之后，威尼斯克服这样贫瘠的环境，在文艺复兴时期，透过了贸易，晋升为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海上贸易都市。惊人的是，明明以地理条件或是地缘政治来说，这边都是相当不利的交接点，可是他凭着独特的现实主义跟经济敏锐度，在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之间聪明地保持平衡，逐渐累积财富而变得繁荣。我好像可以明白啊，富翁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从进入威尼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这个城市跟他真的很像，因为这个富翁的人生啊，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散，最后奇迹似的在都市水泥的裂缝中扎根。那粒种子啊，单凭着想要活下来的强烈意志，奋力展开叶子，试图留住每一个微小的雨滴。富翁非常的开心，他说：“这趟旅程，光是看到威尼斯就值回